经250户。这是因为这个经五经的头草会，就我之前讲，就是已经六星洲已经讲了，会发挥的一年，但是现在就是要消除该内底有伊的土地伫伊内底，什么叫做土系？当然，以下咱学校的记载，当然呢，伊伊的上心经内底解说啦吼，开基法师有注解。伫如是正故的人吼，有解说着十种的解说。简单讲起来，这两句话有解说十种解说吼。但是呢，因为咱唔免着用解遐济，解说解遐济都费气啦吼。咱就来用三种较容易的解说啦吼。就是讲，咱由浅再由深啦吼。这个如是能力，就是讲有法子。哦，信说。